鲁大强，我你保镖，真的假的呀？谁叫你，谁的雇佣，快走！好，你是不是一个我跟你走？哎伴呀，侣人，不是，你是我保别镖，太你明为显，啥别离太我明这么显。远呀？鲁大强，What the fuck？ 耗子。上去刀了一个耗子，站在三具尸体上面啊！冲过去刀了一个啊！孙悟空跟朱大强在我后面啊，我拍的景。谢谢似梦枷锁。如果说我们先出这个耗子也行，也行，你们到底是站在三个尸体上面，是冲过去就是一刀啊，不。王爷这边发言，王爷这边可以，保秀才啊，他肯定不可能是，啊，倒了四张牌，啊，我还是保秀才啊，秀才这边不可能谢出谢任一刀似的，好梦吧？然枷后锁和郭欧跟拉的星耗子星这边的的话，钻我石这边粉丝是不在我谢视谢。野里边的，我要听后置位怎么说，好吧？啊，挂啊，挂。耗子没发言。王爷眼里没有耗子。哦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我当时是啥？18Z 在我脸上刀了个人，我眼红了，我直接刀了一个人，我不知道刀的是谁，对不起，我没忍住，好吧，我眼红了，直接刀了一个人。然后这时候我记得好像太医动了一手，然后是谁过来动了太医这一刀？好吧，我只能当时场面很混乱，躺了4个鸡腿，我人傻了，反正我动了一刀，过。那就照我的呗，全票打飞步步吧，不像好人刀，好人刀应该刀完直接报警，他直接往左边走，他不可能是好人刀。先全票打飞步，耗子这一刀我们再论好吧，但我觉得大概率他应该是狼刀，他应该不是好人刀啊。先全票打飞步过。我的想法就很奇特。首先，他说这个18Z 先刀了一个人，对不对？18Z 先刀了一个人，那就18Z 如果你认他为好的话，那耗子一定为坏，对不对？那如果18Z 为好的话，然后刀了先，或者刀了一个，然后他一定为坏，对不对？那一定为坏，然后耗子直接把他刀了。那耗子为好的话，为什么不对是不对？这个逻辑可不可以啊？所以说，在我这有可能是18Z 为好，刀了一个坏，然后耗子直接刀了18Z，然后又去刀了一个。那也就是说，耗子和有可能是双狼哦。过了。在我看来，先动刀的真的不一定是为好。然后报警前夕，我是跟胡哥一块儿往那个就是走廊那边走的。然后我听到了茄哥说：“我怎么发？”那肯定茄哥跟胡哥都是铁好人的情况下，那现在死这么多，我觉得步是必须要出去的。然后猪猪公主已经投票了，听一下猪猪怎么说过。我投的不。因为他不教我怎么在洗手间开那个马桶前置任务，而且我觉得猴哥说的有道理，不像好的，我投的不啊，过。哇，又不让我说话，我是警长。然后我刚刚他们不是狼耗子太医双狼啊，那个他们是站在两个鸡腿上，不报警也不什么，没有，我冲过去走了，我是怕我被刀了呀，哎呀，这能不出是我的？你刀完拍呀，你刀刀完完直拍接影拍呀，啊！你这样，对呀，你刀完拍力度更大呀。你这不能跑啊，跑！耗子单走，我不想跟你搁一起，你给我远点。为什么呀？你得走清走走洗走走，呀，孙你。悟空。那应该投错了，但也没事啊。现在这个可以投耗子这波，全票打败耗子，在我面前面刀朱大强，好吧，过。那出耗子，那猪猪，我觉得他很想出不。我当上一把我是想出耗子的，我是好人。
人呐，我在研究马桶。过了。这都没有刀。出耗子，出耗子，出耗子。不一定。出耗子，哇。耗子发言，红名全没了，就只有我一个了。我只对话中立，猎鹰和秃鹫，你不计票真没了。我就这么说。他以这个鬼死应该是把十八队给刀了吧，我刀的西恩，打本弃票过，弃票，我点菜，我要点猴哥，给我来一盘猴脑，那你点菜、oh, no. OK、我点菜、我点菜，我可以跟着一起吗？我也弃票了。耗子可以可以来来来来、我去洗个澡。哦，茄哥，没了，快跑！没了，没了，没了，没了。我洗个澡来。不做了，让他猎鹰那个啥。行。妈的。行。但我想看看他是不是把猎鹰给刀了，应该是，应该是，我操，应该是，可以看看，这是个加拿大呀，我去他的，这个还是弃票，还是弃票，好吧，我以我的人格发誓，绝对不刀你们，过。喂，哦，那个我过，你不能过，你吃几个了？一个都没吃啊！一个都没吃，现在你得吃三个，你能吃了吗？你吃不了，给我把耗子头、鸡蛋鱼给投了吧，游戏结束，你也吃不赢了，拉倒吧，趁你最后还有一点良知。把这个良知拿出来，全票打发耗子过。一山不容二中立，我这票点王爷了，真的，我这票点王爷了。先把秃鹫投出去再说。一山不容二中立，过。出这个耗子啊，给耗子出了啊。你看王爷，猪猪还要投你，你投一票给猪猪，表个态。我到最后都没投票。你表个态，耗子，我点菜。王爷，你看看谁投了你票？点谁？啊，猴哥直接拉离，我跟你们一起投耗子。啊？哎？拉离吧。拉离吧。猴哥，我拉离吧。我吃素的，我吃素的，我吃素的。你吃素的，你真的吃素啊？我就把我吃素，吃素，我吃茄子。吃茄子，吃茄子，还要吃素茄子。哎呀，没了。他是不是死了？不好说哦。也不一定。也不一定。猪猪，你去吧。要不我先。你去吧，看看是你的贴快还是他的刀快。我只贴了你们两个。啊，有点吓人。你在干什么，王爷？你咋刀到我了？空格按烂了都。好吓人啊！扯呀。兄弟们，兄弟们，我去打比赛了，我发个马。好的，十八厘。好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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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的。OK， 大家猴哥，我想玩鹈鹕。好，可以，那我们换吧。我拿飞船呗。我们换图。飞船呗。我拿飞船，还不用魔法。走，换图。对对对，就魔法没意义。
叛徒在这儿，猴哥，猴哥，在这儿，耗子，耗子，我不是，我不是耗子，你抢我任务，你就是狼，我不是你敢抢你就是狼。哈哈，我不啊，我搞你啊，秀才哥是房主。搞半天，秀才跟猴脑都没反应。这个猴哥，我跟你说，这个图。嗯，就底下那个仓你知道吗、啊、就是右下角那个仓，你把人骗进去、哦、然后你把门一关，你钻到那个广播任务的那边，上面有个按钮，你一开那一仓的人都会死掉。那这个加拿大还要用锁吗？锁呗，躲呗。我试试。不要模仿了，先叫一个。来了来了，切哥。Hello，OK，叔叔来了。完了，他来了。Hello。哦，更是重量级，更是反转。但是刚才猪猪跟我说的这个操作，我好像没太听懂，我需要实践一下。就是把人骗货仓，把门关上，然后穿到那个桥梁。对，就是你把人骗到货仓，然后你如果有关门任务，你就把门关关，然后啊，前提死了的猴哥，你一定要骗几个呆一点的，啊。大一点的，那你们都说完了，谁还能往那边去了？这还 Hello， 不会再进那个屋了，这不得消消停了。那个，我之前玩沙漠地图，玩那只术士，我骗了七个人进房子，全被咬死了，巨好玩。OK， 没事，就现在他们待会玩起来就不会注意了，就不会想那么多。哼，不可能坏。开一把试一下啊！我觉得有点难。你要边说正义需要勾一下那个。太医。正义警长跟正义都要勾一下。对，警长正义勾一下，他这个有鹈鹕。三种力吗？二种力吧。猴哥，二种力。两种力呗。两种力。哦 ，OK。OK。那我开了。OK。来个人，朱大强，跟我走。我来。好。你什么身份？你是狼吗？我网红。你是狼吗？我不是，我铁海。我不是，我铁海。你走开。猴哥问：有没有狼？有没有狼？哦。有没有狼？猴哥问：有没有狼？有没有狼？猴哥要吃腿。猴哥秃鹫吧。走。猴哥是秃鹫。我带你激活一手保安摄像头来。这能激活咋激呀、啊、你去左边看，正在启动。谢谢 Wiklim。 什么到底这么快呀、啊就是、星把谁给刀了？星把苏苏给刀了，然后呢太医把那个星给刀了，然后地上还有个茄子的尸体，也反正总共开了一刀两刀三刀，开了三刀就在我的面前，好吧，最后看到是太医到了一个人，所以最后这把刀我是不认的，好吧，太医。我听一下你怎么说吧，因为当时还有一把刀，我是没有刀的，我是一个好人，好吧，我没刀的，我们是都是在那个娱乐室这个位置，好吧。星，我是把身份你报给他听过的，啊，我这边过。好。我可以完全保得了朱大强，朱大强跟我在保安室在激活摄像头，我们俩在看摄像头，然后西恩和这个王野他俩是一起走的啊。然后我听刚才是怎么回事呢，是西恩刀了苏苏，对吧，苏苏又被啊不对，那个苏苏死了，然后太医又刀了西恩，对不对，那在我这里啊，太医可能有点问题，听他发言吧，过。我没有问题，不要踩我。我警长，我刀了西恩姐，我没有倒牌，那么我肯定那个恩姐她肯定是坏人走的，对不对？她出了这一刀，本来茄哥是在这个饭堂，我不知道他是被爆开还是被王野刀的，还是被谁刀的，好吧？茄哥不知道是被谁刀的，但是恩姐这个时候一刀就把苏苏小狼狗的脑袋给他切飞了，我正好在旁边，我直接
一刀就把恩姐给卸飞了。好了，我铁好刀，我铁好，如果这票要归谁，我跟王爷在看盘，猴哥跟大强在看监控。那么你们外面的人可以排下外面。那你不对劲儿啊，那王爷跟西恩，西恩要是玩的话，那王爷能活吗？十次发言，我能认太医是个好人带刀，好吧？因为你们说的是西恩姐刀掉了苏苏小蓝狗，因为你们开始说的是茄哥不知道是爆胎的，因为如果没有看见出刀动作，可能是超能力，可是隐形狼。然后西恩姐看见可能是自己队友动刀，然后西恩姐上去给苏苏小蓝狗一刀，这个时候太医看见西恩姐动刀，所以太医给西恩姐来一刀。我能认太医是个好人刀，然后我能保秀才哥不是超能力，也不是隐形狼。然后猴哥跟大强姐走一起，如果都一直不在现场的话，那先不盘他俩，王爷报警位对吧？那外置位就布布、猪猪和耗子。然后布布呢，他是最后我跟秀才哥往武器房上面走，然后看见布布从那个娱乐室上面出来，好吧，就这么多信息。我可能会信太医，但是归谁我还真不知道。看秀才哥怎么聊过来。那如果信太医是个好人刀，那王爷跟西恩最开始一起组的呀，那王爷是什么牌呢？那这把太医不买这一单的话，那就找就是这个茄哥杀茄哥的这个人的呗，就是他的外置位呗。那如果他是一个爆开的，那刚才我听十四盘其实是没有盘到朽才哥的呀，那朽才哥在哪儿呢？因为我这把肯定是跟猴哥走一起的，我跟他的视角其实差不多，所以我会觉得太医有些问题。那我听一下后面人的这个位置归位，归个票呗，听一下过。朱大强女士，你这个耳朵如果不要的话，请把它捐了，谢谢。因为你前边的发言就是宋十四，宋十四说的是我保秀才，他既不是超能力，也不是隐形狼，感谢。啊，然后再聊一下嘛。王爷报警，然后跟西恩对了身份，然后对了身份了之后，西恩刀了叔叔小来狗，然后没有使了之后，太医刀了西恩，对不对？然后说旁边还有一个爆开了，就是茄子，对不对？然后朱大强跟猴哥在一起，然后步步步是也是从娱乐室往上走的一张牌，然后耗子是没看着，那也就是说在我这里猪猪公主自己捞单是吧？还有耗子，那就听他们怎么聊嘛。但是我觉得太医是像什么好人，还有这个步步步，对不对？过了。太医绝对有问题，因为我也在娱乐室，他直接无视了我，他的眼里没有我。茄哥爆开了，然后我看到就是西恩把苏苏刀了，然后太医刀的西恩。说实话，我觉得西恩有点像那种好人刀，因为他刀苏苏可能是因为茄子尸体爆开了，然后他出刀，然后太医紧接跟了一刀就刀到了西恩，所以我觉得太医不太像是个好人刀的心态，而且他直接自爆警长也没有被裁，我觉得不太可信。我想点这个太医。OK， 二次发言。本来我是想保太医的，为什么？我是在娱乐室的左合作、那个、太医的左边一点点，直接合作。太医就从我右边上去刀的先，但是他的视角里面没有我。不行，我还不能弃票，我得打飞他。娱乐室里面没聊我，你就聊了王爷。娱乐室当时有四五个人，你就只聊了王爷。你的视角里面没有我，你从我左边，就是说，如果太医是屁狼，当时我还在想，如果太医是屁狼，他直接把我嘎了就可以了。但是我这一把还是要投太医了，为什么？他不聊我，我就在他左边，他从我左边冲上去刀的西恩姐。太医应该是狼，西恩不像狼，太医应该是狼。猪猪耗子，你们两个好不了一点。那、就说明现在剩一狼一提壶。太医不能，太医不能被投出去。谁是狼？不不不吧，不应该被投出去啊！开上开上！不不不，带我一个主人。我不是，我不是，我没有刀，我没刀。那个十四秀才哥主人，他们不是说谁有刀吗？啊，主人。后面可以跟着宋十四跟主人钻井盖了啊！钻井盖了。十次发言，投耗子。我上一轮不该点猪猪公主的，我该弃票的。过了，投耗子啊。
耗子跟猪猪应该是两个狼，仙姐应该也是狼。外队跑一个鹈鹕，我听见猴哥在喊主人，那猴哥可能是秃鹫，好吧，我过了。报警前我是看到猪猪钻井盖了，然后上一把如果猪猪跟耗子他俩是同一阵营去踩人的话，那这把头耗子没有问题。然后我是在那个电机房任务起之前，朽腮哥带着一票人过来来跟我怼尸，猴哥在那说我饿主人啊，先投耗子过。那就投耗子嘛。我就觉得这个那也没有啥了，因为步步步一直是跟我在一起的，然后后边来了猴哥，对吧，还带了一批人，然后我看着朱大强站在那儿的，那就只剩耗子了。上一把耗子就聊的挺少的，就一直想强出一个太医，我只不过踩了一脚太医，结果他们都要出太医，是吧，不耗子吧。耗子发言，就我一匹狼的中立弃票啊，估计也不行了。哎呀，这个刀战房啊，这个炸弹狼是真的无语，我一个炸弹没想啊，我去他的，我出耗子，出耗子，那我铁心送十四跟修海哥了。不，我让你们发言哦。第一轮的话，原先我这边是空看了，就是猪猪跟耗子这边，但猪猪跟耗子完全没提到我，反而就是一直在踩太医，所以他一定是铁狼，我这边过。哎，游戏结束，游戏结束。不对不对，还有还有还有鹈鹕，我都知道是谁，你们自己找吧，反正我也撕不了了，他还跟我抢，算了，我不管了，爱咋地吧，我不管了，保安摄像头也激活不了，就很烦。朱大强来看，来看摄像头啊。啊，直接把那个布布投出去啊，他把十四吃了，好吧，我这边过。过。我。我是阳光大男孩。我要出你布布布。我还以为朱大强是鹈鹕嘞，跟猴哥聊的那么好。但是。没想到确实是你，不不不 OK， 那错不不不嘛，好了，没办法，这个宋十四谁能不吃他呀，我不是你们有炸弹你着什么急呢，不能炸一会儿吗，一个雷也没有啊，多捞啊，多捞啊，宋十四当着我的面被吃掉的，又没刀过。哎，他俩刀是一样的，是吧？鹈鹕嘴长，警长近距离应该会快一点。但还是没刀过。还有变化音，猴哥，你吃了鸡腿了吗？猴哥，你一个没吃啊？我一个都没有，一个没吃，一个没吃。饿死了。炸弹狼是真没用啊，得带刀呀才行啊，哎，没刀啊，我靠，多捞啊，别急呀、啊、要不把炸弹狼去了吧，这个炸弹狼啊，这个炸弹狼，炸弹狼不好玩吗，炸弹狼肯定好玩，多好玩啊，炸弹狼可以，你自己不会玩，你多捞啊，多捞啊，一个没想啊，多捞啊，一个没想啊，多捞啊，一个没想啊，猴哥，猴哥，真心换真心，嗯嗯，要不要换真心？嗯，要不要换真心？可以，要不要换真心？先不动，要不要换真心？快走，快走，可以。OK， 没发现我吧？快走，快走，没发现你，发现你了，有没有？有没有摄像头？没有。我在做啊，不，耗子在做。那我们，我要在这里当保安了。哎，没问题。我也是。OK， 秀才哥一个人单走，一起开，一起开。不做好，储物间走廊桥梁发动机。秀才哥不做好，秀才哥不做好，他可有可能是那个啥呢？哎，叔叔，叔叔到人了，
叔叔切割太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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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叔叔切割太医三郎。走，小队出动。走，小队出动。西恩发言，罗点三郎，叔叔切割太医，然后朱大强最后一个站在是门口。叔叔在我在保安室看见了，叔叔动刀了，先头叔叔小来个过。你西恩在说什么呀？我全程我跟叔叔上去对身份了，你在说什么呀？你自刀自爆吧，全票打回这个西恩了。我跟叔叔去那个传言宿舍那里对身份去了呀，过。可以。音量很足，但是我们三个人证耗着我西恩猪猪，我们在那看摄像头啊。你们贵票刚才说是谁来着，叔叔茄哥太医三郎，游戏结束过。啊，不可能啊，你们三郎在饭堂上刀吧，应该是啊，猴哥啊，恩姐啊，浩子啊，全票打飞恩姐过了。我铁板心，我就是在那个娱乐室门口，我往里面看，看到了腿。但是说实话，我没有看到是谁啊，就这三个人。直到西恩点出这三个人，我才知道我只看到了腿。所以西恩报警人绝对铁好，我听最后归票位过。朱大强，加拿大。哎呀，怎么可能是我们三个嘛？最开始我去了娱乐室，我老早想跟鞋哥换了，然后告诉了你们，我们去往那个船员宿舍去换身份了，对不对嘛？我们一直在那个船员宿舍，我们都没出去过，怎么可能是我们三呢？怎么可能是我们俩呢？对是不对？肯定是西恩、耗子、猴哥他们自刀自爆脏我们的嘛？对是不对，马瓜？那我直接挂票叔叔了呗。那也不用聊了，这三郎都这么明显了，过了。OK， 先投叔叔，先投叔叔，太医、茄哥、叔叔、三郎，我们四个人。那投茄哥，那投茄哥。捞的嘛，叔叔。投茄哥。捞的嘛，捞的嘛，你是几号什么枪啊？没出局，可惜。捞的嘛。做任务啊，做任务啊，做任务啊。走，朱大强。走。在哪？在哪？走，朱大强。走，要么就鹈鹕。OK。我开路。我那什么穿越。开啊！啊！来。耶！报警！我没事，别说是我。哟。不负众望，乡亲们，楚太医过了。楚太医过了，完了。楚太医，然后不结束就是你猪猪公主朱大强的轮次过。楚太医，但其实说谁刀的也没事儿。猪猪刀的上一轮不输出不刺客狼吗？全部报身份，我是变态过。我太医古云杀手，目标秀才哥。就我一个红名的鹈鹕哥哥，秃鹫哥哥，咱们合作一下吧，都在的吧你们，过。我秃鹫，爸爸为我过。等会儿爸爸好好喂喂你。大强点菜，猴脑猪肉。韭菜干，还干俺家，完了，大强，护发师，护发师的强，有点恐怖。还有没有刀啊？完了，全完了。
干完了。椅子场上，我不管你们什么情况，反正我就拍景，我让朱大强饿死，游戏可以说朱大强必须饿死，淘汰一过。OK， 先报的警，但是我这个我是报警人，你报的一过，淘汰一。对不起，激动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以为是我报。猴哥，朱大强，你吃不饱了。强姐，要不你把他投了？投了，太医真的喂不赢你。游戏结束。是。他喂不赢。我爷个腿都没吃着，爸爸快起病、受不了了，饿。哎呀，哎，不是，饭堂刚刚三个腿，你一个没吃吗？强。没有爷，我哎，我没事，这三个腿，要不然我投你吧，我好像吃了一个腿哟。我放心哦，没事，我让你连，你投我干啥？你投我那不饿死吗？就饿死了吗？哎呀，三个弃票，太医，你的说实话，你拼刀有点牛啊，太医，刚那个小狗位有点帅的，去嘎孙悟空吧，他是鹈鹕。对，太医，你把那个我不去鹈鹕啊，我怎么去鹈鹕呢？我是跟踪者呀。我是跟踪者呀，藏哪去了这？随便吃一个。你当的，哎呀！没刀了吧？呀，恩姐她追我，吓死了！没刀了！我的哟，猴哥是鹈鹕，这是我万万没想到的。哎，太医，猪猪有刀吗？猪猪应该没刀，我爽吃啊！猪猪没刀，来！我的哟，不是，OK。你小心恩姐好像有刀，没有刀，被他吓尿了。谁有刀？都没有刀，都来受死，全部来我肚子里。我的，赶起来。哎呀！恩姐，你我姐姐她不稳定。就在今天。就在今天。爸爸，你没有苹果刀，我姐废物。不是，就剩鹈鹕了。哎呦。就剩鹈鹕了呀 ！OK， 就剩鹈鹕了呀！哎呀，还要放 BGM 吗？哇！我操，秀才哥是警长。对的。是呀，秀才哥刚才当的。秀才哥是我的赴约目标。我是秀才哥的保镖，我都没找到秀才哥，我就死了。那我出去巡逻去了。哦。你出去可能你也要死、那叫猝死。小太监，你会不会在行动一半的时候把我刀掉了？那你要是突然出现在我脸上，那你就没了吗？我只到加拿大和狼啊。还真是。